好，我哋而家开始打造啦，希望出到双特技铲装嚟 ，Let's go。第一件古鼎刀，冇特技。第一件冇特技，而且啲属性都话冇废属嘅，但系都好平均地低啊。好啦，开帮我第二件白宝夜明开，俾个特技你咧，又系冇特技，哇，睇起废喎呢个，但系佢可以装援助，又唔掉得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我跟住到下一件文兽披出嚟啊！双特技，又系冇特技喎，七筒摔三智力。好，跟住下一件锦雕球出嚟啊！喂，真系冇喎，速智筒，哇咁平均嘅，咁唔系咁好喎。如果有单属性会好啲喎。到下一件重失，我一定会有特技嘅，一定有。呢件系周瑜用嘅，落周，好嚟啦！喂，统率武力，武力 7.42 都 OK， 都好过头先嗰件，但系又系冇特技喎，顶。好，下一件白羽扇。特技都系冇喎，哇！仲好难喎呢个，哇！真系垃圾。下一件系亮金轮轮甲，仲有两件铲图，之后仲有一堆。嗱，呢度仲有一堆，有冇走住啊？你哋好多素材，我哋嚟亮金轮轮甲。双特技，又冇得喂？特技咁难有嘅咩？特技真系咁难咩？有冇咁难？七件铲装，一件特技都冇。之后嗰件系讽刺黄金甲，讽刺你定讽刺我啊？我哋铲图最后一件，之后我哋开始做呢、這个。所謂的大池，好，我哋抽埋呢件，八件鏟裝，一件特技都冇。好，我哋開始揼到鏟裝出嚟為止。統率四。系咁揼，系咁卖啊！冇位啊，我惊。纸装真系唔系单属性，我都咦出铲装，双铁击，四精字，四桶摔，三字力，垃圾，想卖咗佢。继续。特技铲，诶，特技纸喎，呢件留先。特技铲，诶，铲装，喂，三武力，八智力，唔错嘅呢件，养油机功啊，啲咩开始有啲奇怪啊，好。不意外又是冇特技铲装，第十件啊，各位观众，好紧张啊！
六正子留嚟俾正子佬先。诶，出啦！七武力，三统率，属性唔错，又系冇特技，双铁 kick， 继续做铲装，又有正子话单属性正子，留翻俾啲正子佬嘅。曹植俾啲面，佢个西面嚟嘅，你睇佢西面好难俾面你喎。五支亦都唔要啊！六哇！我有三件单政治喎，今日出咗三件单政治。今晚即系啲情况有啲不妙啊，好似嗰度防具，诶系纸装嚟嘅，五点统率都其实冇乜用，我算啦，我 keep 俾你。你唔会话俾我听呢几十件冇铲装系嘛？你唔好吓我，出唔出到铲都系个问题，唔好吓我。诶，出到铲，好靓啊！剑甲亮金轮轮甲冇特技嘅，但系好靓，魅力 8.75 啊，8.75 嘅防具。8.75，你系咪特登打造出嚟俾自己着噶？佢真系打造出嚟俾自己着噶。8.75比我而家呢个8.5仲要高。好，着咗佢，希望之后个运气会好啲啦。第十二件啦，我哋第十三件。你想喊出嚟？屌、我囤咗成季，成季嘅资源，你咁样，你咁样对我，出嚟啦！铲嘢，紫金嘟嘟甲，五速，3.8智力，冇特技。整多件出嚟，做多件出嚟。乜金盔啊？哇！嗰个点读啊？上面个流字，下边个金字，流金盔。各位，冇问题，我知道应该得嘅。但系单属性铲一件都未有，有出到呢个特技就不得了啦！各位观众系你啦，出嚟见我特技，顶哇咁高魅力嘅 7.49， 有冇特技？喂，点搞啊？咁又要翻翻去呢个大池。顶级防具锻造可以做到24件，24件应该有件铲嘅，应该有件铲嘅，应该拉屎一件啊！紧张嘅时刻，卖，都系卖嘅。诶，铲装。文兽披又是烂属性，冇特技，第十五件啦，有冇机会做到第十六件呢？继续，几多？5.28速，唔好。
加油加油！要争气啊，曹植，争气！要俾人知道你系得嘅，我哋所有人都用你打造装备，证明俾大家睇。出嚟啦嘛！诶，真系出嚟，八宝夜明海，又系烂熟性武特技，哎呀，头都赤埋，政治同魅力喎，即场卖咗嚟。十六件铲装，一件特技都冇，今晚一共做咗十六件铲装，一件特技都冇。即系我浪费咗成季打嘅素材，顶！好啊，咁呢个打造装备实测完。